我之前的那个医药报告啊，我是做验血报告、扫描胃、扫描肾脏，以及做子宫膜片，是在去年这个12月29日。啊，我这个报告一个礼拜后哦，那个报告公布出来的时候，医生委托护士打电话给我，让我知道我的胃有这个胃的幽门螺旋杆菌占了81.1%的。啊，那个时候啊，我复食了2个星期的这个西药，然后我就没有复食，就放弃了，就刚好2-3天的时间就认识到小棒。认识到小棒，他就介绍我这个叶绿素，跟我讲述它的功能啊，然后我就在这个1月25日大雅的那个会议那边就正式签入 Zora 公司的会员，并且还拿了一箱。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复食这个 Zora 叶绿素。就一直到这个2月5日，今年的2月5日，刚好我的复诊日期呀、我就去做复诊，啊，他叫我等报告，就他寄去吉隆坡邦代那边验，就在这个2月18日，医生又委托护士打电话给我，他告诉我你的胃的报告来了，我在电话里就问他好坏，坦白讲，他告诉我你的胃的螺旋杆菌成功控制到98.6%，哇，那个高兴到那个嘴巴掉到这么多的，真的很荣幸到认识到这个小芳推荐我喝这个优拉的叶绿素，因为我的胃的螺旋杆菌啊，医生有讲要快，如果继续拖下去会导致我的胃啊穿洞出血，甚至要动手术医的。这个是真的，我有之前之后的医药报告带来戴丽啊，我的空啊，有谁要看我都可以给他看，真的很感谢小棒，很感谢优拉公司有这个叶绿素那么好，谢谢大家。